龙虾尾的制作掉出来了，大家伙可以看一下。龙虾尾倒入盆中，凉水或者温水把它冲洗两遍，不要用太大力气啊，里面黄容易流失。准备葱姜蒜红辣椒切，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红辣椒放入锅中，龙虾尾放入锅中，这个是两锅的量，生抽一匙，蚝油放上一匙，料酒一匙，香醋半匙，加入适量的十三香，口味都可以友好点，糖放入半匙，罢了罢了，中火收拾五分钟，加入少量的青葱调味，放入青辣椒点缀，稍微留点汤汁才好吃一些。这么简单的龙虾尾教程它就出锅了，直接给你脱壳，这么简单你学会了吗？猫眼螺出锅喽！咦，猫眼螺，有没有知道这为什么叫猫眼螺的？因为长得像猫的眼睛，所以叫猫眼螺。还有呢，这是可以吃的啊！你不是说大黄肯定给你也吃吗？嗯，这下面也挺多，特别嚼劲。进来是个节了，可以看一下。很多人都说啊，你们永远买不到整个手里面的东西。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龙虾尾，一包200克，99米，12包，138，17包。下面购物车可以看一下。想吃的啊，加双酱。两个扇贝，请大家伙也换两个双击，大家伙也给个礼。